老公因为她长得丑和她离婚，现在她却长成这样，老公伤透了心。娱乐圈有些女明星一出道就靠着或性感或清纯的相貌迅速上位，有些女星背后有伯乐相助，背靠大树走红，顺风顺水，但是有不少是苦熬多年才出名的，过了三十反而大器晚成，红到不行，如今成为一线女星的闫妮便是如此。曾因长得丑被老公抛弃，如今逆袭成女神，前夫后悔不已。其实闫妮曾因为自己长得肥胖被老公抛弃，而如今的她逆袭成女神，简直活成了二十岁的小姑娘，使得前夫悔不当初。哪怕是她红了之后，闫妮出演的角色也都是很接地气，很老实土气的人，虽然获得大量婆婆妈妈的支持，但闫妮的确离好看二字挺远的，原因就是因为不爱打扮。据传闫妮前夫程大和曾经在重要的军事机构任职，事业辉煌，可能是一位军级干部，不过在闫妮拍摄《武林外传》之前，两人就已经结束了婚姻，但是从那时开始，闫妮就开始大红大紫了。在工作和爱情中心，闫妮收获了工作，却丢掉了爱情。经有些土头土脑的她，如今减了肥，竟然大变身了，狂甩了几十斤肥肉的她，越来越有范了呢，时髦感一点不输小花旦。朋友们，你们喜欢他吗？